网页。那大家在接下来的讲座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到网站里面去询问，直接发出问题。谢谢。叨扰你们夫妻俩。这是摄影的。对呀、啊，做这台、啊，没有大的做这台。照相机，我做是照相机。有吗？睡着用手机吗？哦、嗯。哎、呀，柜子有吗？有单眼吗？没有啊。Thank you.
情。各位来宾，大家午安。那在场的各位可以先拿起你们的手机，登录这个网站 slido.com， 然后输入这个编码001219，大家会被带入到一个可以发问问题的网站。那在接下来的环节中，若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在这个网站 po 了，然后就会出现在这里。那讲者接下来接着可以再做下一步的回应，谢谢。再次打扰各位，我们现在有请各位尽量往前面前排，先把前排坐满先。好，我们请各位来，大家往前坐先吧，先把前排都填满，逐步再往后坐，好不好？啊，除了第一排，谢谢，谢谢各位。
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提醒大家呢，在演讲厅里面是禁止饮食的，所以如果你有携带就是食物的话呢，要麻烦就是请带到外面去，然后使用完毕再进来。那提醒大家，就是可以看到前面这边可以打开，用你的手机打开网页，那搜寻 SOIDO.com， 那里面会有个搜寻引擎，那再请大家输入001219这个编号，那就会进到一个匿名发问的一个网站。那这网站呢，就是可以及时的把你的问题呢显示在前面的荧幕上。那待会呢，就是我们的讲者会跟大家做互动，对，可以请大家可以先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那待会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把问题呢focus 在就是今天的主题，那还有以及真正想要问的问题。那谢谢大家。好，各位大家好，那很欢迎各位今天来
参加这场演讲。那首先我们先请医学院的大院长严院长跟我们来讲几句话，那也同时介绍我们唐凤政委。各位同学，各位校内教职员同仁，以及今天的主讲人唐凤政委，大家好。好。本来校长他要自己来致辞嘛，不过因为他现在还在校外开会，赶不及回来，所以由我来代替他。那很高兴的，本校医学院创新医学教育人才培育计划邀请到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政委立校演讲。那唐委员是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负责督导数位经济与开放政府发展，并强化政府部门与公民科技公共社群的连结与合作。唐委员他也是自由软体城市设计师，长期呢借由建构开放的数位空间，连接各方而成为促进社会沟通与意见整合的机制。唐委员从小自学的历程，让他们得以摆脱社会的框架，发挥利人利己的精神，促成一个透明公开的公民社会。在他的世界里，没有与众相同，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今天演讲的主题也很特别，从社会企业到社会创新。近年来社会企业与社会创新在全球蔚为风潮，形成一场新的公民自觉与自发的运动，不但模糊的社会与企业的界限，转化了非盈利组织的思维，甚至改变了政府的公共政策。今天呢，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呢唐委员来校演讲，希望各位同学与同仁能借由唐委员的分享，了解创新教学的潜力以及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很谢谢唐委员能拨空来本校演讲，相信唐委员的分享可以让在座的同学与同仁受益良多，在此也代表学校也谢谢唐委员，谢谢。好，谢谢大家，叫我唐凤就可以了。现在是5:13嘛，那我们表定大概到就是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的演讲方式，其实各位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就是我是没有简报的，也没有预先准备任何素材。那我要讲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大家问我的哈。那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手上有这个手机的话，麻烦连到这个网站 slido.com。连上去之后呢，它会让你输入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就是今天的日期，前面加两个零，00129。那输入完这六个数字之后，你就按绿色的那个 join， 就可以加入这个匿名的聊天室。那为什么是一个匿名的聊天室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在各个大学演讲的经验，大家愿意举手发问的首先就不太多。那第二个是说，举手发问会有一些同侪压力，所以问到的是一些比较不痛不痒的问题，那这样子就会导致整个演讲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呢，我整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越问出越有挑战性的问题越好。那如果大家问的跟社会企业、社会创新，或刚刚讲数位经济、开放政府等等有关，那我当然尽量回答。那无关的呢，我也尽量回答。所以说，其实大家不用管这个到底切不切题哈，就是大家想问什么就问什么。然后 slido.com 00129。那如果有人刚好没有带手机的话呢，可能就是告诉你左右边的朋友，请他帮忙输入。那不然的话呢，你举手或者不举手，任何时候发问也都是可以的。那我们这样子就会一直进行到就是时间结束为止哈。那就是大概到7:50左右吧，这样。那所以我想就是我就不太浪费时间去做开场了。因为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问了。另外提醒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别人也的问题你也想问，你只要在旁边按赞就可以了。那按赞数量越高的它会浮到越上面，那我会按照
好比方说越多人这个想知道的那问题，我就会越优先的去回答。那所以好比像说，像已经有四位朋友哈，想要知道这个主持人，就是刚刚开场的主持人是否为单身哈。那这个我想，这个问题就是超出我的理解，因为这个我们之前在会前的时候并没有跟我分享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主持人待会儿愿意在这个演讲最后分享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交给主持人来回答。不然的话，我说真的没有那个一见面就问人家是不是单身这个习惯嘛，这个习惯不一定很好。OK，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演讲。这有九位朋友想要知道说，请问是如何批判培养这个批判思考的能力，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小时候其实对哲学特别有兴趣，那哲学它基本上就是去走各种不同的思路的一门学问。那后来就发现说，其实不管任何的题目进来的时候，我都会试着从它的正面、从它的反面、从它的综合、从它各个方式去进行了解。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常犯的一个，包含我自己啊，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说，好像一个问题只能有一个解法。那这是一个心理学上一个锚定效应，就是说我一旦想到说，这件事情可以这样解，它就会非常大幅度的影响我想到新的解法的能力。那尤其是我在某一个领域如果钻研了相当久的话，那我一看到就说啊，这个问题就这样解，那这样子的话创新其实就比较难去发生，而也比较难对于自己的这套知识系统去做批判思考。所以我想我最主要的一个练习其实就是说，跟一个问题相处很久，不要急着去收敛到解决方法，把这个问题的相关的层面贴越多越好去贴上去。那这个不只是个人，我们在群体上面也是这样做的。好比像说最近呢，那个我们 PDIS 就是我们在行圈里面大概20几个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同仁，那我们数位政委办公室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并没有什么领导跟被领导的命令下命令都没有嘛。那所以就是说任何人想到什么就做什么，那他如果想要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他就要说服同事说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一个完全群龙无首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这样子执行了一年之后，在行政院里面就有这样有一个新创的团队，所以说呢，我们就花了2天的时间去用这种便利贴的方式去试着凝聚出我们大家共同认定的值得做的事情是什么，以及如果有同样的事情跟这些价值之间产生冲突的话到底要怎么办。那这个就是一个批判思考的一个练习，因为在平常大家很容易说，我正在做某件事情，那这我在做某件事情，我就是去反推，好比像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公民社会，培养公民社会就是要促进社会创新，社会创新就是要提升社企的认知度，所以我们就来办一个大型论坛，或者我们就来上周写一些专栏之类，就是说它会很容易的变成说，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想到一些解法了，那我们就埋头去做就对了。那但是呢，这样子的挑战有2个。一个是说，当这个价值跟别的价值这个互相冲突，或者有互相就是不一定那么容易调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很难想出一个兼顾两边的解法，就会变成好像这个这样做那个这样做，一个做的事情还有点彼此抵消。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说，首先把我们关心的价值去排序，然后把想到的可以做的事情在外面这样贴一圈，贴了这样一圈之后呢，大家就可以一直去想说，那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不同的角度去跟他想，去跟他相处。然后慢慢就发现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它有些可能结合的不只是一个价值，它可以结合好几个价值，那从这边才能够去盘点出实际碰到的这些红色的一些问题卡，然后呢再往上就可以收集到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这些绿色的事情，它到底有没有意义。那如果它没有对应到现有的价值的话，这些东西其实看起来好像是很简单的解法，但事实上呢只是快取在脑里的一些习惯反应而已。当它实际上没有连接到现实的价值的时候，就比方说这个也许去年还有意义，但是到今年就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有一个跟问题相处的习惯，然后可能保持1-2天的时间，不急着去解决它，不急着去想到解决方法，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能用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挑战自己本来已经知道的事情，然后呢这样发散到一个程度，最好跟一些亲朋好友一起做这个练习，然后再去收敛。在这个收敛过程里面，大家的思路才有可能彼此融合起来，变成可以一次照顾很多不同价值的事情。通常开场第一个问题我会故意讲比较久，因为这样大家比较有写问题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30个了。好，那我们就有位想毕业的研究生，他说，有志创建与参与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人需要哪些特质、哪些技能跟哪些经验，非常好的问题。
在这边如果大家之前对这两个字就是社创社企比较不那么熟悉的话，我先补一下最基本的操作型的定义。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想到企业的时候呢，想到常常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的公司法直到现在第一条都还是说公司以盈利为目的。那但是呢，这个礼拜四我们就会把新版的公司法送出去，它第一条就不会这样写了。那所以我们第一条现在就会说公司盈利为目的，但是公司也可以也得他自己可以说，哎，我有别的社会的使命，我有环境的使命，我这个公司的成立也许不完全是为了赚钱，也许我完全不是为了赚钱，都可以。那这个在之前的公司法是很难想象的事情。那在社会上面也有很多做好事的朋友们，他们想要改变社会，成立了一些 NGO 啊，或者是一些协会啊，想要把让社会变得更好。那但是呢，同样在之前呢，也只有比较少数的 NGO 才会有跟市场有接触啊，大部分是依赖捐款，所以这两个模式中间感觉上交集是比较少的。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在很多法令在制定的时候，像最近不管矿业法啊、食品安全法啊什么之类，其实感觉都是一个拉扯的一个情况，好像你这边赚一点点，这边就赔一点点，这边赚一点点，那边就赔一点点。那社会企业的基本想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只要翻转这个想法，是让企业它在经营的过程里面就可以让一些弱势的朋友感觉上本来是要受到照顾的，它反过来变成照顾我们。我待会会举一些例子。又或者是说看起来本来是可能一些农业废弃物或什么，但它反过来可以变成原料，或者是说一些本来地方看起来好像是灾后的这个自救会，但它反过来可以变成经营当地的互助的一个治理的架构等等。总之就是把某些弱势的部分透过一些创新翻转成强势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它就可以一面有商业模式，一面又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有明确的社会使命，透过某个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那这个就是社会企业的定义。那在里面用一些创新的方法去颠覆大家本来对于社会的关系的这个思考，这个东西就叫做社会创新。所以说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叫做点点善，它是最近有一个在泽泽这个平台上面群众募资的计划。泽泽是台湾各个募资平台里面对于设计感特别强调的一个，那他们在这个募资最近才达标了，所以我这样不算是帮他们做广告。那 anyway， 总之他们现在在募资做这件事情，叫做天赋城市。那大家可能之前有看过街卖的朋友，那在街上他卖的可能是口香糖，可能是卫生纸，总之就是感觉上就是比在旁边杂货店卖的还要贵，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要买，可是他就会一直说这个先生小姐行行好，所以到最后就会买。可是当你第五次经过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要买了，因为品相都一样，所以心里可能感觉不是很好。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他就是在社会关系上面一直感觉上就是是比较弱势的朋友。那这些朋友呢，这个其实之前很少有就是透过这种社会设计或这种社会创新的方法有一个让大家直接正面看到他们的故事的一个机会。那所以现在就有一堆人哈，那他们结合了各种各样子的专长，去用我们叫做服务设计的一个方式去看说，在这个服务递送的过程里面到底有哪些 touch point， 就是你碰到这些接麦的朋友的过程里面它是可以去改善的。好比像说有些人一看就觉得一定是被黑道把持，所以这个是一个普遍不信任嘛，或者是说大家比较不善表达，或者是说他的商品没有什么优势等等。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他们就可以去结合这个生态系里面专门去做生活照顾、职能训练，可能穿一些很感觉有很设计感的制服啊，把那这他们的这个轮椅这整个装备去改善啊，然后甚至这个去让他能够去做一些导游或者解说的一些服务。所以反过来讲，就变成说好像你要行行好去帮助他，变成他可以来行行好帮助你。好比像说到附近就有 WiFi 可以用，你手机没电了，他可以帮你充电；下雨了，他可以给你雨伞。那或者是说，这个如果有企业赞助这辆车的话，上面可以有这个企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讯息。那甚至还包含各种各样不同社会企业也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出口，就好像一些公平贸易的一些产品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在这边去做 delivery。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目前在做的事情就是试着去跟台北市政府谈。那第一辆这种车就会在台北市政府门口去开哈。那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个就是设计的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具体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就是不去受现有的社会的刻板印象来制约。因为如果大家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说这些人就是弱势，就是可怜，需要照顾的话，刚刚这一整套这个营运模式根本就不可能想出来。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有能够去不要被社会的刻板印象所局限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这个还不够。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同样重要的，除了这种自发的创新的能力之外，就是互助互动的这个能力。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结合各种不同的专业，不管是服务设计，不管是产品形象的设计，不管是辅具，不管是各种各样子的职能什么，这些其实都不是单一一个团队或甚至单一一个 field 单一一个领域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种跨领域谁也不比谁懂，但是还愿意来组队打怪嘛的这种互动的能力，同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更重要的，我觉得是这个共好，就是 common good，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谁也不是想说，哎，我要剥削谁，或者我想要这个一下子就把这个市场全部都占有，大家都是在想说，哎，我们怎么样在一起，在每一个不同的点上面都可以翻转大家对某些弱势者的或者是某些弱势情况的一些想象。那只有每一个人都很 commit 说好，那我们愿意翻转一下子，他才能够去让大家看到说，哎，这件事情可以不需要这样子看。那这个就是叫做就是 coordinated action。 那这个东西必须要建立在共好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那所以不管是自发的创新，不管是这个互动啊，跨领域的互动，不管是大家互相不比较，而是互相协力的这个共好，刚好就是我们新的国民教育的三大理念哈。因为我在入阁之前我在科发会，所以我非常在意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基本的国民教育。那所以我今天早上才在另外一个学校演讲的时候说，竞争力这三个字很可能未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字，因为不管是在哪一个跑道上面去彼此竞争，在未来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是在现在也是一样，是单一领域或单一的人就可以解决的。你势必还是要跨领域，甚至打破现有的领域。所以在特定领域里面去用排名，去用这样子彼此比较的这个所谓的竞争力，它其实是让人误入歧途的。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也是不只是做设计了，未来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大概都会需要这样子的特质。有一位匿名的朋友问说，台湾的低薪一直不见起色啊，其实是有起色，只是就是它成长从22K到 28K 哦，跟各位的期待绝对是有落差啊，一直不见显著的起色，年轻人纷纷出走。那请问振兴台湾的经济的第一步是怎么样？我想是讲就是说，年轻人纷纷出走，首先我就不觉得是一件坏事，就是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们不管在做哪一个方面，我们做的事情它好像要看起来只能解决当地的问题或在地的问题，但是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领域，我们说现在联合国说永续发展目标，在台湾解决的社会问题并没有哪一个是台湾独有的。那所以我们不管是即使是做民主制度的创新也好，或者做什么别的创新也好，其实全世界都有用得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出走是一件好事，就是说你试出某一个模式，甚至你只是有某一个粗略的想法，然后呢你就跟新加坡的朋友，跟芬兰的朋友，跟爱沙尼亚的朋友，跟谁就一起开始跨国的组队。那以前有网络以前，这个非常的困难，你得去那边提个公事保守提箱，混个一两年才能够找到足够的人脉去做这样子一种事情。但在现在呢，完全不是啊！你发起一个群募，在 Kickstarter， 在 Patreon， 在随便哪里发起一个计划之后，你一下子就可以得到全世界的朋友的支持，然后你一下就可以知道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是你的客群，是你的生态系。以前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台湾这边有一个人，新加坡有一个人，假设他们两个人一起开了一个 Kickstarter， 也创业蛮成功的，95%的几率是台湾人跑去新加坡那边，然后就开公司，然后就待在新加坡了，只有5%的几率是新加坡人跑来台湾。那原因当然有非常多，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本来的法制对于就是国外的朋友们来我们这边去发挥正面社会影响力非常的不友善，极为不友善。我有相当多的朋友，他们是所谓的 digital nomad， 就是数位游牧民族，他们的工作本来就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有 4G 的网络的地方做。那所以说他很多人会想要选台湾，因为就是食物真的很好吃，很有人情味，很容易创造正面的社会影响力等等。那但是他在台湾就只能待3个月，因为他在台湾没有雇主，他雇主在别的地方，他是自己是自己的雇主啊。那所以他3个月之后就得跑到，比方说菲律宾，或跑到新加坡，或跑去日本，然后稍微混一下，混一下之后又再到台湾。那可是不管他到日本还是新加坡，他们那边都有这个外国人才专法，所以呢，等到他去那边大概第三次之后，他就会被说服，好了，那我就留下来，就不会回台湾了。那这种状况屡见不鲜，在最近几年，我几乎所有的来过台湾的朋友都在 complain 同样的这个问题。那运气很好，当然我们现在三府通过了那个外国人才专法，然后在明年的大概农历年的时候，它就会实际的实行。
那我们未来就会变成是说，哎，你只要是就是这种有正向社会影响力、有一些专业的朋友，你来台湾，你不用任何理由，也不用找到雇主，就可以待个三年。那待个三年之后，你如果持续还有贡献的话，你又可以再 renew 三年哈。那会我们会变成可能仅次于最近才刚完全转向的日本哈，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对这种外国来的人才最友善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年轻人纷纷出走绝对是一件好事，但是外国年轻人没有办法纷纷过来哈，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如果想要出走，然后去别的地方，然后发挥在那个地方的社会影响力，我觉得那是非常正向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大家彼此之间就是认识上面不会以国界，不会一些很单调的刻板的这个印象去做。那当然，如果你得到一个程度，你愿意带一整团人回来台湾，像那个杜一锦，他在那个微软这个亚洲研究院做 AI 嘛，做一做，然后他发现说，哎，这个台湾还不错啊、尤其他是高雄人，他非常怀念高雄等等。总之他就带了一帮人这个回台湾，然后在这边开 AI 实验室，那也不错啊，对不对？那我觉得说这个人才流动本来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才有可能去把台湾的经济变成不是在现有的这个产业的分工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些明确的位置，这些位置也都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些毕竟还是离机器比较近的，离硬体比较近的一些地方，我们才能够变成离人比较近的，离服务比较近的，甚至去把这些不同的文化加以整合的地方。那其实台湾并没有道理不能这样做，因为从整个亚洲来看，我们是就是言论自由或者各种思想自由最棒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做任何挑战社会规范的事情。只是以前政府一直都是站在挡路的这个立场嘛，就是不管是这个国外的朋友进不来，或你想到一个创新的东西，人家一直还是就让你的这个 business model 化为乌有，又或者是说这个政府这个莫名其妙的管制等等的这些状况。那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解除管制，透过去所谓的个案不能够通案禁止，透过这种各种新创的沙盒、创新实验条例等等这些方式，让大家能够有系统的来违法，然后在违法过程里面，哎，去六个月、十二个月做一个实验，用这个实验的结果来说服我们这些立法者或者是我们这些行政官员来调整所有相关的法规。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让大家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能够引导我们法规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振兴经济比较治本的方法，就是说政府不要自己以为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政府解决，然后这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有位陈令方这位朋友说，大家都害怕说与大众不一样的意见，所以有话都不敢恐公开以实名发誓方式发言，我有什么建议哈？我具体的建议就建议大家用匿名方式发言，对，这次不就解决了吗？对，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嘛，没有人知道是你问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就是说，我想网络的一个特点嘛，就是说它真的是可以保障一个人的言论的自由。我们在网络上可以从头到尾有各种不同的分身的账号，然后大家还是没有办法把它还原到这个实名。那当然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它非常在意、非常坚持说每个在网上的言论一定都可以还原到实名，但我非常庆幸台湾不是这些国家之一。事实上我们在新的就是数位通讯传播法里面已经很明白说，我们不会特别因为是在网络上的言论、是在网络上的行为、是在网络上的什么，我们就特别去加强管制啊，跟某个旁边的国家相当不一样。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当然你违反刑法或民法还是违反刑法或民法，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你在网络上的关系就特别去收紧你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各种各样的自由。因为台湾有这些自由才三十年啊，我们不想在一代之后因为有网络哈、就失去它。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把握，然后大家可以尽可能的运用网络去建立起你想要让大家所知道的这件事情，每个人的自媒体的这个情况，而不需要去担心说哎会被追溯到特定的实名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网络自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请继续善用。有位匿名的朋友跟十一位副议的朋友问说，哎，请问我觉得台湾学生最欠缺的是什么能力哈？因为我之前是做课纲嘛，做那个深夜过教课纲，我们当然就是缺什么补什么，所以当我说这个自发互动共好是最重要的素养的时候，这个后面其实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之前的课纲大概都是强调所谓的能力导向。什么叫能力导向呢？就是我们觉得小孩七岁的时候进入国民教育，十八岁的时候离开，他七岁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可以预想十二年之后社会需要什么东西。
说明书它分成一些核心的这些能力，然后这些能力上面呢，这个小孩适才适性嘛，每个人练不同的能力，然后出来之后呢，就可以符合社会的需要等等。但这一套其实已经完全不 work 了，全世界都觉得不 work， 只是大家调整教育制度的速度不一样而已。那所以说我们在现在七岁小孩进学校，他十八岁出来的时候，这些学门还存不存在？他是不是已经融合了？是不是已经完全变成新的东西了？哪些部分是由 AI 来做了？哪些部分人类因为 AI 的帮助可以去做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了？没有人知道，老师也不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问欠缺什么能力，补上什么能力。我们现在问的是说，大家需要什么素养，社会需要什么素养，我们补上什么素养。那所以这个当然口号是说这个自发互动共好了，但是在里面好比方说互动里面就包含说，哎，要运用自通讯科技，从网络上面找资料，老师在台上一面讲，底下还自己就可以去查维基百科，然后跟老师说，哎，这个文献上不是这样讲的，这种批判性思考的这种素养。那我们应该是亚洲第一个把这个写进课纲，就是说不只是运用自通讯的技术在每一课上面去做学习，不只是运用自动化的技术让自己在每一课上面做作业的时候可以更偷懒，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可以保持批判思考，等于老师就像刚刚政府从管制变成服务一样，老师也从去管制学生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变成跟大家一起去批判式的去网络上面取得资讯取得资源，然后去学习，这样子的一种素养导向的一种教学。那目前我们规划成这样子，我们并不担心老师的培训，我们也不担心大考中心，这个我们终于敲定了哈。那我们也不是很担心这个大家有网络跟没网络会变两个世界，因为我们用各位的纳税钱框了一笔特别预算，让每一个偏乡的不管是卫生所还是小学还是各级的学校都有宽频上网的这些设备。我们比较担心的还是家长，就是说如果家长还是存这一种就是大家就是要训练成什么机器螺丝钉啊等等的这种想法的话，那其实对学生的压力以及对老师的压力会是特别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还是一个社会沟通的工作，就是我们越来越希望说未来怎么样解决问题，怎么样做沉浸式的体验式的这些教学，这件事情可以让家长觉得说上学就像在玩，这件事情并不是什么坏事。那未来可能真的只有没有效率的，但是大家能够彼此达到共识的或者达到一致的这种玩才是教育的要做的事情，所以其他部分可能可以交给机器人哈。有一位教忧郁的妈妈想要问说，请问在现在的教育框架底下，如何促进跟培养出创新的能力？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些教育的框架其实已经松动了。台湾在最近几年在实验教育三法里面其实已经给出了相当大的空间。在整个国民教育阶段同样也是好像亚洲唯一的吧，就是大家任何的学习阶段只要觉得说我某些部分的学习不想要照着课纲走，那他就可以自己去用自学共学或者是其他的另类教育像华德福那种方式去安排自己的课表，只要他的县市的课发会同意就可以了。那学校还是在这边，你还是可以运用学校当资源，那但是这个过程就完全是由这个学习者自己来决定。所以我们在实验教育里面其实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试这种摆脱能力导向，而是先用素养导向用自发自主学习的方式来培养出创新的能力。通常的做法就是去丢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学生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他必须要去组队，他必须要有跨世代跨领域的合作。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慢慢开始掌握怎么样运用好比像说一些理论工具的这些方法，而不是反过来在他还没有需要的时候就去要求他去背诵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在实验教育里面已经试出一些这种方法来。那当然我也不会粉饰太平说实验教育都是成功的，实验教育一大半是失败的，但是至少它在成功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把它收割然后变到惯性教育，就是国民教育里面。所以我可以说课纲就是印巴的这个新课纲里面，它真的是把实验教育里面试出来比较成功的一些创新的 model 大概都放到课纲里面，何况我们现在课审会还有学生一起在审哈。所以我想这整件事情它是慢慢的走向一个就是不会好像非常刚性的课纲，然后好像教育部什么都最懂，然后大家就是用教育部的方法来学国立殡仪馆什么东西的，而是说每一个学校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不管是校定的课程或各级高中变成选修制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的先让老师的就是学校课方面的创新能力先激发出来，然后再用陪伴小孩的方式让小孩的创新能力可以透过刚刚讲到的问题解决沉浸式体验式的这些方式去培养出创新的能力，这是目前的基本想法。
有位朋友说，感觉突然几年之内，整个社会风气开始发扬鼓励社会创新。但你认为目前这群被推上社会创新列车的成年或青年人们，真的有被培养出这样的能力呢？或者在这当中是否缺乏什么样的培养过程？我想是这样，就是说，社会创新其实它一开始就是个人式的创新。我自己比较熟的社群呢、啊，开放源码、自由软体、开放文化，像维基百科啊这种社群。大家一开始都是所谓 scratch one's own itch， 就是说我只是要解决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我觉得什么东西缺了，或者是说我觉得哪一个政府网站不好用什么之类的，我就自己去想办法做一个更好的版本。但它只是为了解决我自己的问题。我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好比像说，我跟几个朋友之前呢、啊，觉得教育部的那个字典非常的难用。然后呢，教育部之前曾经有一个重编国语字典，没有，现在还有，然后这个它的非常的困难，就是说当时在有萌点之前，那个重编国语词典是一个从1996年就上线的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网站，它要你用 Netscape 4.7去看哈，这个已经没有人记得这个浏览器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它是非常非常有年纪的。那这里面就有很多问题，好比方说你查到一个词，你不能分享它的网址，好比方说它只支援一个叫 Big5， 现在大家希望大家已经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的一个编码，然后一些比较笔画多的字就会变成图片，然后呢，而且它还没有办法去做交互检索等等，然后字典放在一个地方，笔画放在一个地方，发音又放在另外一个网站，然后闽南语跟客家话又放在另外不同的网站，所以其实几乎没有办法去做这种交叉的这种学习。所以我们当时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说，哎，我们一次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抓下来，然后自己去重新组合，然后不管是发音啊，不管是笔画啊，不管是往闽南语或者客家话的等等这些对应啊，各种不同的字体啊等等，我们都全部抓下来。而且这个在当时他们还是版权所有翻译必究的哈，那所以技术上来讲我们其实已经违法了，那但是我们就主张可以使用，然后因为我们四五十个人嘛，希望教育部也不会来告我们，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透过一种公平不服从的方法，然后我们的主张就是说，哎，我们虽然用了教育部所有的东西，但我们都抛弃著作权了、啊、所以因为我们什么都抛弃，我们也没有要盈利，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好，这虽然只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好比说其中有一位参与的一位教授，有一位叶萍，他当时就是刚从台湾搬去矽谷，那他要教他的小孩中文，他的小孩都只会用手机，都不用电脑，在手机上不能开教育部字典的这种问题，然后他就自己帮忙设计了这样的东西。可是随着我们这个东西越做越大，然后呢，我们也帮教育部修了相当多的问题之后，教育部就花了一年的时间去开会，然后决定不要告我们。他们要，他们开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会，这个决定比较高，因为我们有给 proper credit 啊，我们都有说这是教育部做的嘛。那他们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决定说好了，那我们就把我们的字典开放出来。所以现在他们就有一个国语字典的一个公众授权网，然后采用 CC 授权的方式，然后就把所有的这个结构化的资料全部都公开在网络上。所以常常我们的更新可以比教育部的还要更快哈。那所以我想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培养过程。这个培养过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个先解决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切身的问题或自己小孩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怕去跟别人合作。我们每个人可能做一小部分，但是我们都透过所谓开放源码部分，把自己的著作权抛弃掉。那当我们把著作权抛弃掉的意思，就是别人不用问过我们，就会有人自己去做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阿美语的版本、藏语的版本，然后等等。那我目前还是不懂阿美语，但是阿美语那一个 team 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哈。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可以认识跟你价值立场想法完全不同的朋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可以一起工作，这就叫协作，就叫 collaboration。 我们通常说合作 collaboration 是说你们彼此之间已经互相认识了，然后做点事情，但这种跟不特定人协作的方式就是 collaboration， 甚至是跟你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但是因为各自都抛弃著作权，所以又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彼此合作。所以好比方说像我现在因为入国了嘛，比较少写萌点的程式，可就有一群朋友就直接把这一套包含我们就是台语的这个部分去加了一个叫做 IDIE.TW， 因为他们觉得说，哎，凭什么只有教育部可以写字典，这个应该大家都可以来写字典。所以呢，这一位发起人呢，他本来是在教育部做台语字典了，他就辞职离开 GOV 加入了 G0V， 然后自己去把自己以前维护的那一个字典加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词条，然后而且呢，征求各界的翻译哈，所以好比像说 Pokemon 就可以翻成这个 Pokemon 哈，或者是这个口袋怪兽，或者说之类之类之类。
对，那然后还有很多这个网络上面的俗语啊，新的就是绝对不会，就是大家绝对不会一下子就收到这个教育部的词典里面的哈，这个也都会在这边这个跑出来，所以其实就蛮有意思的。然后他们也就是做了这个语音合成啊等等的这些东西，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语言圈，变成一个语言社群。那同样的新住民的朋友又可以拿这一套再去运用，再去运用。所以这种就是不怕跟陌生人协同合作，然后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给不特定的人去利用，自己自发的组成生态系的这个方式，我觉得所谓的开放文化，这个是社会创新最重要的一个培养过程。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做，那这个是非常累的，事实上成功率非常低。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子抛弃出来，然后跟所有不同的人合作的话，那其实它成功几率非常高，因为成功不必在我嘛。任何用我这一套的东西，去做到某个程度的，其实都已经算是成功了。它可以像是接力这样子哈，一起接下去。有朋友问说，这个现在台湾哈，在部分保守企业主仍保有相当政治话语权的情况下哈，创新是否有可能？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些保守的企业主哈，其实都不是笨蛋，他们都很愿意去做产业上的创新。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说，双方用的语汇、用的语言，其实真的不一样。很多企业碰到二代接班啊，或什么这些的问题，它后面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双方对于彼此的领域，可能这边对于一些传统的产业，或对于硬体产业，或对于什么，或这边对于这个软体、对于设计、对于所有这些东西，可能各自都太懂了。懂到说觉得对方完全是好像初学者的这个 ABC 都讲不通的程度，所以就会有点鸡同鸭讲。那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有哪边缺乏创新的动力，双方都很有创新的动力，只是比较不容易接在一起。那我觉得运气很好，就我们刚好碰到新一代的这些科技 AR VR AI 这些东西，区块链这些都是双方都不懂的，因为它是刚刚出现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好像之前第一个比较多人用的 AR 的应用出现的时候，就是Ingress 不对，是 Pokemon Go 对，Pokemon Go。 那 Pokemon Go 在台湾流行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公园有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孙女，然后就在那边抓宝可梦，然后抓一抓这个你就不知道是哪边在带哪边，因为对两边来讲这个都是全新的东西，然后双方都有一些可以贡献的部分，甚至他们中间的中生代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开个车，然后一直开在时速29公里就可以一直抓，就是说每一代都有可以贡献的部分，那谁都不会比谁更懂，因为这个东西才刚出现，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说哎，不会鸡同鸭讲，而且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新的东西。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新兴的科技就有点像这样，像经济部他们连续办了三季的这个相当较好叫做的叫做 MixTaiwan 台湾，就是混合台湾的这个讲座，那他的做法就是找一个传产的很成功的朋友，找一个新兴的创意的产业的朋友，那再找一个 AI 的或者其他新兴领域的这个学者，然后三边就来座谈。那所以呢，如果只是这两个人的话呢，这两个人其实这个确实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政治话语权呢、就会开始这个彼此呛声。但是呢，当这种有新的这个一个技术出现，双方都想说，哎，有 AI 技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两个所学怎么样整合在一起，突然之间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之前在矽谷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说在矽谷很多公司是硬体取向，然后看这个软体不起，或者是它是软体取向，然后看硬体不起。或者是这个就是各种不同的开发者之间有文人相亲的这个情况。那但是呢，在 Cupertino 就是在苹果的总部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设计师最大，设计师讲了算，管你是硬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QA 工程师还是什么别的哈，那基本上就是设计是最接近使用者的。那只要设计觉得说，哎，使用者有这样子的需求，那底下的所有东西都是来配合就是使用者的需求。那这个概念，我觉得才是我们在接下来的创新里面要保持的，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哪个产业强我们要扶植它，或哪个产业弱我们要扶植它之类，而是说现在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什么，我们要继续做社会创新，我们到底要解决什么社会需求，这些问题。那不是说只有我们这六个大都市去解决偏乡的问题啊，我们大都市也在创造问题啊，那偏乡的朋友也可以来解决啊。同样的道理，我们去连接矽谷，不是说矽谷的崭新技术解决台湾的问题啊，矽谷也一直在产生社会问题啊，脸书就产生无限多的问题啊，那台湾这边就可以帮忙解决啊等等，就是说一切都是能够达到更好的，它不是单向比对方懂非常多的情况下就可以去产生创新。有一位正在考试中的水深火热的医学生想要知道说，这个身为一位医学生有什么公民素养应该培养。我是觉得当然医学它是跟
不管是科学跟服务跟人跟什么都非常非常近的学问，理论上就是说我们对医师的期待就是他基本上什么都要懂。那当然这个期待各位这个可能会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这个素养其实就是变成是说，如果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结合自己不同领域的人去倾听，不是说好像各位因为在各个方面可能都有相当好的理解力或者有相当好的学习力等等，就觉得说哎，那这样子的话我都就是来提供服务的，我就是可以解决问题而不会创造问题，或者是说我就不太需要知道别人怎么样解决问题。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倾听的态度，不是只是在各位的专业上，而是在各位完全不是各位专业的各种其他的事情上面，是采取一个就比较虚心的态度，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因为我们自己好比说我是软体工程师，软体工程师很容易陷入一个全能的幻想里面，因为我们一想到一个新的东西，到它实做出来，到它传递到全世界，大概只需要过一分钟，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任何想到的主意马上就实现了。你看比特币啊，成功颠覆所有人的银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很少会想到说，除了软体之外，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等，都要花时间。农业也好，硬体也好，所有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除了软体之外的其他东西，从你有一个想法到它变成全世界都在使用，中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而这并不是因为其他领域的朋友们比较不厉害，比较不创新，纯粹就是因为软体复制不要成本，就只是这样子而已。那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自己都常常需要提醒自己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正在做的这个媒材它特别流动，或者是特别有弹性，就表示我们比较创新，不是这样。我们如果真的要解决社会问题，我们还是要去配合各个不同社会各个角落的一个步骤。那所以我想，就是任何公民素养都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不同的角度都有不同的节奏，那大家这些节奏配合在一起啊，才能够一起走得远哈。有位朋友说，社会企业主要是公益性行为，通过将商业策略做最大化应用，进而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的问题，而社会创新是用创新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想问的是，如果当社会企业应用最大化商业手法甚至创新的时候，都无法成就一定的规模经营来处理社会问题的时候，是否又会变成一种只能尽力而莫能解决的意境？这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有一些社会问题它是可以解决的，好比像说让大家有干净的饮用水，或者是说疟疾，或者是说改善这个最极端贫穷。这些它是有一个发展目标，永续发展目标，你可以去算时间，你可以去画一些曲线，然后它就可以解决。那有一些社会问题是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好比像说存在着不平等，存在着这个命令式的这种威权的这种体制，这个存在着各种各样子的不正义。那这些也许你只能慢慢的改善，但是它可能没有完全解决的一天。那好比像说我个人的政治的理念是希望有一天就没有国家没有政府了，那所有政府做的事情这个所有民间都可以做，那像这个我有生之年我就知道可能看不到。那所以这种时候当它是属于后面这一种，就是你本来就不可能解决全部解决的问题，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在做这些的社会创新的朋友们，他竞争性就很弱，他的合作性就很强，因为反正大家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解决，那我们能解决多少算多少，我们能够留下多少 inspiration 给下一代就留多少 inspiration 给下一代。那在这里面它的竞争性就比较少，合作程度就比较多。那像这种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空间区间，先解决的人也许还真的有些商业利益的，这个情况下它的竞争性就比较高，虽然还是有比较多的合作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想这两个意境还是不太一样的。在左边这边你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规模的经济，你可以做一个经济的生态系，它解决了，然后就去解决下一个问题。但在这边，它想要形成的规模，可能不只是经济上的，它是文化上的，可能教育上的，可能科学上的一些改变，就是让大家去想某件社会状况的时候，是用一个不同的态度在想。那这个工作可能就不是单一的任何所谓的企业或创业团队可以做到的，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它，然后都参与一个让大家觉得说，哎，就是自己是属于某个比自己大的某一个 project 的一部分哈。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四种爱里面的那个大爱嘛，就是没有任何目的的，然后也不会有特定结果，这种宗教式的或者是一种精神式的。那但是确实做设计的朋友们多多少少都要有这样子一点点这种大爱的这种精神，跟特定的宗教是没有关系的哈，大概是这样。所以就是说商业策略最大化运用，这些当然都是最很必要的，但在这个过程里面要理解到说，就是说如果你在解决是这种持续性的长的问题的话，本来每个人就只能尽一小部分的努力而已。但反过来讲，就是那将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可以做。
有位朋友说，读技术高中却都跑去升学，科技大学跟一般大学几乎已经没有差别，我们的技职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我想当然就是说，刚刚讲到大家长的期待，这个很大规模的觉得至少念个大学吧，这个期待哈，我想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自己在小时候是不受这个影响，就是说，就是我连高中都没有念，所以其实完全不受这个影响。那但是我想追根究底，那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了解到说，我当时在做的那一个学问，就是网络社会学，或者我们现在叫做社会互动设计的这个学问，其实在当时根本不是学门。在当时根本还没有这个科系，教科书也没有教，在当时是大概七八个不同的学门各自有一点点拼凑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本来就知道说我不可能拿到这个东西的学位啊，因为这个学门还在发生，那所以这个时候学位对我，学历对我当然就没有意义。那这个东西它后面需不需要技术呢？当然非常需要技术，所以这个东西确实就是技职嘛，我学了一两年就跑去创业了等等。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教育环境里面，这种状况是比较少见的。我们比较少看到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说啊，我现在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学门，一个契机，然后我就是要去就是做这方面的技术的职业，而且学校再也没有可以教给我的东西，等到我创业真的需要理论工具，我再回大学把它当作资源这样子用。虽然在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技职跟就是所谓的理论，它是可以这样子 zigzag， 就是你需要一点就去学一点，需要一点再这样回来。但是不管是我们的学位授予法，还是其他的法律，其实都不是这个想法。大家想法都说，你到单一的科系念个几年，念完之后拿到某个证书等等，它比较没有我们像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就说你就是成就解锁的这个概念，你可以在系跟系之间，大学跟大学之间，各种不同的学程中间去游移哈，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自己去build 出自己的一个学门来。那但是 我自己完全觉得这个才叫教育哈。那这个可能只是就是训练而已。那但是我也了解我非常的激进，所以这并不代表任何行政院的政策。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教育部能够去开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可能他在基础高中的这个阶段就已经有一些技职方面的一些自信，也许是因为学校的特色课程，也是因为学校的社会责任跟旁边合作，他自己的选修等等，所以他到十八岁的时候，哎，他真的也许就先去工作，然后呢，就是国家帮他存一点这个大学的学费，他再回来。又或者说他到大学里面，他是双轨制哈，那又或者是说，哎，不管他既不是产学合作，也不是先跑去做两年，而是他读了两年书之后，他就决定要拿这个东西去业界，然后在这个业界之后呢，他又再回来，已经是不同的学系了。那这是所谓的学院实体化。那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学位授予法的修改，其实我们现在在做。我们真的希望说，接下来就是大家不是为了要念大学而念大学，而是说大学就是变成大家可以用的一个资源。那这个其实是这样子才能够衔接到刚刚讲的十二年国教的这个新的所谓的自发互动共好的这个概念。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正在设计。那这个设计它最困难的仍然就是家长的那个刻板的印象，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就是做社会沟通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家如果有想到什么好的想法哈，这个也欢迎提供一下。有朋友说，你在科技方面有这么大的天赋，为何不去愿意投入科技而加入政府部门来从事跟自己专长比较不相关的工作呢？其实我在做的东西叫公民科技哈，就是 civic technology， 他做的事情就是在透过科技让不只是一个人能够透过广播或电视跟两千万人说话，而是能够让一个人能够去听两千三百万人说的话，然后又能够让两三千万人彼此听到彼此说的话。那这个工作它必须要有一个够大的 population base 才能够做。所以说其实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跟政府扯上关系才能够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它就是需要这么困难的或这么复杂的，我们叫做 wicked problem， 就是说这个问题永远没有办法解到所有人都满意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后面的这种形状的问题，才能够去测试这些所谓公民科技的有效性。所以我本来就2014年底的时候吧，至少就已经在跟行政院合作了。那在这个更早之前，我们就是看不顺眼网站，就政府网站就自己把这个 GOV 改成 G.V 哈。那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比如说你如果看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不顺眼 ，budget.gov.台湾，你就把 O 改成一个零哈，就可以做一个零的转移，然后你就到 budget.gov.tw，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视觉化。然后它就可以按照正式比啊、主管机关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去排序。
那这个在当年这个有一些很有趣的单位嘛，那但是现在有一些已经不好笑了，但是 anyway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说这是让大家的这个关心的那一部分的预算能够很快的就让大家能够去查询到，而且在当时GNV 第一个就是在我2013年加入之前，他们2012年已经做了这个 project， 然后呢这个做了之后呢，其实好比像说台北市当时就把这个当作他们参与式预算的最基本的底层吧，这样子任何人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而且呢，刚刚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每一个小泡泡它都有一个留言区。那这个留言区，我们2012年做的时候呢，只是让大家在上面就是瞎扯了。那但是呢，在台北市做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任何留言，市政府各局处的朋友们就直接上来回应。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绕过了议会、绕过了里长，大家都可以直接去跟各局处对话的一个具体的管道。那所以到了现在哈，它就不只是这个台北了，而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有没有做参与式预算的朋友，他们都很愿意去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把他们的预算去进行释出。那所以也包含高雄。那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它已经变成。公民科技不是只是说，哎，民间看政府哪里做不好，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更好的，也是政府看民间哪里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就来收割，因为反正他抛弃著作权嘛，不用白不用。所以这种状况下，其实它就是一个公民协力创新的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我想在这里再要讲的是两件事，一个是说我在科技界的很多朋友，我们赚钱赚到一个程度，其实再多也没有太大的差别。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要的就是去做正向的社会影响力，那正向社会影响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些工作还可以让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部分，而不是只有买苹果手机的人这个都能够变得更好。那正向社会影响力是完全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而且你任何宗教信仰都适用的哈，不像功德你要特定的宗教信仰才适用的这样子的一种概念。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透过这种公民科技的方式能够让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说，哎，在台湾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几乎是完全全新的画布，这样子的情况下能够去做一些创新，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我们在国际政治上面我们可以去影响其他不同的地方的候选人，像英国的 Jeremy Corbyn， 或者是纽西兰，或者是马德里巴塞隆纳，现在我们跟纽约或者跟这个加拿大 Ontario 等等都有合作，那会变成说他们的竞选口号就会变成台湾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整套东西不但是能够输出，也可以变成更清楚的这个互惠的国际关系，而不是只是就是单纯的给钱而已的这样子一种国际关系的一种基础。所以我想这些跟科技都还是非常相关的，只是说我们的正向的社会影响力会变成我们愿意投入这些工作的一个理由哈。有人问我说，这个对于酒驾鞭刑的个人看法，我们一切东西都可以用便利贴来这个回应哈，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便利贴。我们每一个这种公民联署的案子，我们都会去做这样子一个盘点表，然后呢，我们首先就会先去邀请利益关系人，那我们复议来的人呢，就有各种不同的朋友们，相关的一些工协会，然后所有相关的政府单位。这些来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去盘点这一整件事情它到底牵涉到哪些成分。那所以好比像说这件事情，好，它就包含这个它是否为酷刑，是不是侵害最小的手段等等这些部分，然后又变成好比像酒驾这件事情，它在酒驾前驾车中被查获以及被害人的配套措施等等，哎，他又可以再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相关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这样子开完会之后呢，我们就会花相当多的时间去把当时大家所贴的这个便利贴去做一个盘整。那这一组他做的是事前的侥幸的心态、饮酒的文化、酒局的太便宜以及他律不足，然后这边处理的是事后，就是我们对加害者以及受害者各自能有哪些选项可以做，要做哪些事情。所以我想说的事情是说，绝大部分的这种 wicked problem 它都不是单一的解决方法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在线上透过 police 这一套系统去进行了这个相当严密的一个分析，我们请所有来联署的朋友都填这个问卷。那这个问卷呢，好比像说，我认为台湾对受害者的保障已经很足够，不知道在场的大家是不是都同意哈？
觉他不同意的比较多，那我们就来反对。OK， 那这个时候你就往右上角跑。我觉得政府公开讨论鞭刑，可以让大家了解鞭刑的利弊得失，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看一下同意的比较多，我们来赞成。如果怕鞭刑会让加害人更厌恶社会，而进而犯更重的罪，那这样我们是不是来用死刑呢？各位不知道同不同意？各半耶。哦，好，反对的人还是多一点点，但是我们可以按略过，不确定。OK 之类的。好，那所以在大家回答了几题之后，你就会在这个立场这边去移来移去。然后呢，如果你自己有新的观点，就可以分享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又会变成其他人投票的这个题目。所以当然我们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左边觉得很好用，右边觉得很不好用，然后对，而且觉得这个违反人性尊严什么东西的，然后中间的呢大部分是希望知道更多的资料。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即使是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南辕北辙的朋友，有某些事情还是同意的，好，比方说我们应该要公开讨论这件事情等等。所以我们在这样子把它做完交叉分析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当初提案的是接近30,000位朋友对于鞭刑的想象，大概可以分成就是报复性质，就是他造成的伤害我们也要伤害他；羞辱性质，就是说这些人跟我们是不同的人，他应该是在社会的比较底层的这个情况；以及吓阻性质，就是说这种事情太糟糕了，未来不可以再发生，大概这三种。那报复性质的朋友呢，其实是非常少数，而且呢我们稍微跟他们讨论几句话之后，大家就会发现说，对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到最后大家都瞎掉，也没有牙齿，这样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对，所以报复性质是非常容易处理，而且事实上只有很少数人有这个立场。羞辱性质就比较困难，因为确实有些人觉得他一辈子不会喝酒，或者他喝了酒一辈子不会喝酒之后开车，所以真的是比较高等的人。那这些会做的真的是比较低等的人，低等的人活该遭到羞辱。但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他虽然你羞辱一个人对你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说真的没帮助了，那但是呢这个总是就是觉得说，哎，好像是有一种这个替天行道啊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检讨，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我们所谓的就是基本人权，或者是跟我们所谓的任何人有免于羞辱的这个，就是严格的羞辱、严重的羞辱，到底算不算是酷刑罪？为什么不应该有酷刑？为什么刑法有迁移性啊这些东西？那当时法务部的朋友们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5分钟的这个陈词，让大家了解到说，用国家的暴力来羞辱个人哈，基本上跟民主是背道而驰的。我们越做这件事情就越不民主，但是不表示说这件事情有效或没效，只是说我们越做事情就越不民主。好，那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听了之后就觉得好吧，这个勉强可以接受，也没有很多人可以接受，70%可以接受。好，那最后呢就是吓阻的性质。那吓阻性质我们就可以去算效益，就是说酒精锁，好，比方说你一开车一呼气一有酒精，汽车就发不动，酒精手环，或者是说各种各样的别的抑制性的吓阻性的这些工作，到底比起想象到鞭刑，就是你在酒驾的那个当下有没有去想到鞭刑，到底哪一种更有吓阻效果？哎，这个就有很多 international study， 这个就可以开始循证治理，就是我们就可以开始一个一个去比较。然后当然当时大家想法是 OK， 我们有非常多手段可以做，这些手段各自不同的部会都会做，交通部现在在做蛮多的，所以在这些分工里面我们还没有穷尽这些手段。那所以呢，也许因为鞭刑有刚刚讲的这些不利益，所以也许我们现在先不做，那但是我们就是先把这些手段穷尽之后，我们来看到底有没有帮助，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检讨这件事情。那这是我们目前讨论到的这个情况。所以我对于任何这种 wicked problem， 我的个人看法都是，我们先找到大家至少都没有反对的最小的可行的这些方法，然后先做做看，做做看之后看状况有没有改善，然后状况如果有改善，那我们也许扩大某些部分；状况如果没有改善，我们再回来讨论一下，然后再来找到其他的可行方法。那这个是我碰到任何这种 wicked problem 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反射性的反应了。所以我们目前已经用25次的协作会议处理过这样子的问题。那在里面有一些像酒驾，你可以收敛出一些；有一些像时区，有人提议这个台湾改成+9的时区嘛，然后又有8000人提议说要留在+8的时区，就是所谓8+9的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同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实际的去算，就是说
有些人说日照时间越多对健康越好，所以说我们要这个有日光节约时间。但是体育署说，其实主要是没时间懒得运动，工作太累，跟日照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又或者说减少日落后交通事故的发生哈，那在这边就是有一些试算，有人说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可以环保节能，但是工研院算起来空调只节0.3%，照明没有影响，而且如果你到冬天还是加9的话，这些节能又还回去了。然后那这个是我觉得最有创意的，就是有人说观光发展会有帮助，因为清晨上班之后你下班还没有日落，所以你加班可以加比较久。那这个时候劳动部马上跳出来说，加班需要符合劳基法规定。那交通部说，你若是准时上下班的话，你的经济效益不会有影响。但是其实更改时区是非常 costly， 就是大家要付非常多的一次性的代价。那但是呢，当然事后就是你每一年要付的代价没有那么大，这些都是可量化的。所以大家要问的就是说，不管是加八方还是加九方，大家到底要解决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改时区？那所以这样讨论完之后，就是说，哦，希望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们来这边的时候，他们手表一定要跳，就可以了解到说是不相隶属的关系，这个变成一个核心论点。我们去做交叉分析之后，这个变成核心论点。好，那但是呢，就我们在经过协作之后，就是各个利益关系方，说我们双方都要来了，然后之后呢，大家就发现说，好，第一个台湾绝对会上新闻，但是这个可能时间久了就遗忘。然后第二个，可能对岸只要发一则新闻稿说啊，这是一国两制的一部分，这样就解决了，对不对？香港连货币都不一样，其实根本没有人觉得说这个一个国家里面只能有一个时区或一个货币，所以要破解呢也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付了那么多 upfront cost， 还要付一些 recurring cost， 那换来的效益呢，基本上就是放个烟火。那这个其实真的不是很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呢，大家就集思广益的想了一堆哈更好的解决方法。那所以呢，包含我们 PDS 公民参与要落实，要宣传开放政府。因为这些每一个礼拜五讨论完之后，礼拜一我就拿去给院长，院长只要不反对，这个就变政策了。所以我们最近这些相关部会都在填管考表，包含我们自己要说，哎，我们用比改时区要便宜的钱，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让国际知道不互相隶属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就大家要证明这个做的事情是有效益的等等。所以就说，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说，并不是说吵的小孩就有糖吃，而是说吵的小孩就要来厨房，然后大家一起来做糖吃。然后这样子的好处就是说，不管正反双方，到最后就真的握手言和，然后一起觉得说，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些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严格来讲不算 wiki problem， 因为到最后就解决了。但是我想就是说，任何题目从最这种的到最酒驾的，就是很难完全彻底解决的，这两个中间我们大概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进行处理。然后有位朋友问说，这个我是不是乡民，意思是我们 PTT 账号有啊，叫做 Audrey Tang。 OK， 有位朋友说，请问唐鸿大大认为社会企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另外如何凝聚一群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来达到目标。我觉得社会企业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把社会企业看作社会是形容词，然后企业是名词。中文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说，明明两个都是名词的形式，我们说 social enterprise， 当然你会觉得说，哎，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事业，可是 enterprise 当时翻成企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更往公司组织那边暗示一下。虽然其实很多社会企业是协会或者是合作社或其他的 NPO 的一种形式，它只要有永续发展的这个商业模型，其实它不是只能是公司形式。那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往公司这边稍微翻了一点。那在中文两个名词的形式，就是它本来是社会跟企业中间去想出各种创新的连结的方法，但是呢，大家就很容易把社会当作修饰性的，所以这个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就会跟企业社会责任，或者是企业做一些义卖、做一些好事等等，这个概念有点混在一起。那我处理这种名词形式的这个混用，变成形容词名词形式的做法，通常就是在中间加一个点哈。所以我现在这边都会这个加一个连结，也就是说每一个社会企业它就是不同的社会的关系跟企业的关系中间的连结。那每一个社会企业创新的方式不同，它连接的方式也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是最需要就是 keep in mind 的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说你开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偶尔做点好事就变成了社会企业，而是说你要想出一种让社会之间的互相连接的方式有所改变、有所翻转。我们说有 impact， 它不是只是 influence， 不是只说你有社会的影响，而是你能够撼动社会到某个程度，就是有个 impact， 有冲击力。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才是 social innovation， 那才是比较能够经营的，真的能够去产生社会价值的社会企业哈。那所以我想我做这个是蛮有习惯的，像之前叫亚洲矽谷的时候，大家都把亚洲听成形容词，然后感觉上就是我们要在亚洲去复制一个矽谷。那这个像我这种就是在矽谷待很久的，就会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就好比像说，如果你很喜欢金城武，然后有人说他是桃园金城武，就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这是一种山寨的概念哈。但是如果现在就是说你是说，哎，桃园连接金城武，就是既不是说这个金城武一定要搬来桃园，也不是桃园都要变成金城武，而是说在这两个中间有多一点连接，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可以接受。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社会企业并不是说所有的 NGO 突然间都要变成上市上柜公司。也不是说所有上市公司忽然之间社会责任都要调到100%，而是我们试着在这两个中间去找出新的连接的模式来，大概是这样。有位朋友说，请问我对于罢免黄国昌事件的看法？目前没有什么看法，我对两边的文宣都没有什么研究，可能因为我不住那边的关系，所以传单没有发到我手上哈。那我有相当多朋友都这个相当 active 的投入这件事情，那但是其实就是票开出来，然后这几天因为我比较没有在这个用脸书的关系，所以其实并没有跟到大部分的讨论。目前感觉上就是各方各自去做各完全不同的解读哈，所以我并没有特别读尊某一种解读的概念。我最近比较 concern 的是那个公投法刚过，所以我现在开始觉得说，我们这种5000人联署，然后联署之后行政院就必须要回应的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变成一个育成中心，就是说在这边育成出一些高度社会共识的，然后我们可能真的协作出一些解决方法，那也许这5000人就跑去提案，然后就公投了哈。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是有相当多的想法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当他在育成阶段的时候，就可以让立场不同的朋友们去对话。因为我们几次之前公投的经验，都不是提案方会愿意去跟反对的人对话的，他都是觉得说我们人数可以压过去的那种哈。那所以我觉得长期看来，我们能不能让各个不同的方面去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且凝聚出一些大家在公投的时候可能是90%通过的东西，而不是60-40或55-45通过的东西，我觉得对台湾的社会还蛮重要的。那这个会是接下来我的算是研究重点之一吧。那但是对罢免我就比较没有花那么多力气去研究哈，所以不好意思。有位朋友问说，这个我觉得 AI 是不是能够取代人性？我想 AI 它就是这个 alien intelligence 的意思嘛，所以它本来就是这个外星人，就是它并不是人类，就是说并没有哪一个 AI 的养成是就是我就是从牙牙学语，然后从这个一般的人类的养成的过程，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一代的 AI 的演算法，它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好比像说当年火刚发明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消化过程里面把这个食物拆成比较小的分子啊等等这些部分，把它移到外面做，因为移到外面，所以你就不需要一次吃那么多东西，你可以批次的去处理，然后人的这个健康状况可以比较好，然后呢也不用一次打猎的东西放就放坏掉了等等。那所以现在同样的道理， AI 就是把我们不假思索一两秒钟就可以做得到的东西，脑里好比像说我看到一个人讲出他的名字，我看到一串英文讲出他相应的中文，然后我看到红灯我要踩刹车，这些不假思索就可以做的东西，把它移到外面去做。所以脑里的这些认知功能，不同的这些区域的认知功能，它只要是不假思索，它不需要经过整个综合性的6秒钟、7秒钟以上的综合判断的这种不假思索的东西，现在大概都可以移到外面来做。那所以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是把人性里面特别像工具、特别像机器，马克思说特别异化，或者我们现在说特别是工具人的这个成分，移到外面去。那工具人这个，你当然不能跟真正的工具去拼嘛，这个真正工具一定赢嘛，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所以我觉得随着 AI 的发展，我们竞争力这个字哈，就会慢慢就消失了。因为你要任何东西，它只要是这种单纯的可以竞争的，你大概都竞争不过机器。那所以但是呢，这个好处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不是觉得说，哎，我某一项操作技能很厉害，然后
后所以我就比别人都厉害，我就可以去羞辱别人什么之类的，这种无聊的社会地位的这种感觉，如果没有这种感觉，而是说哎，我活着是要做某些社会使命，解决某些社会问题，那这样子越来越多东西移到外面去，让你有更多的人性工具而不是工具人可以用嘛，那这样子人性的这个部分互相创造互相理解，大家要花超过10秒钟然后非常高频率的彼此相处，这个部分就可以被鼓励，那这个部分完全没有任何竞争性，这个部分是越多人来做会越好的部分，那所以我自己是非常乐观的，但这个是建立在什么前提呢，是建立在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 AI 的前提，就好像是说如果现在发明了火，可是只有中央厨房可以使用火焰，然后任何这个民间自己使用火焰都是禁止的，这种情况下反而容易发生火灾，反而容易去有各种各样子的不当的使用，因为没有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怎么安全的使用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在台湾，我们是希望在国民教育阶段就融入，任何人都可以去几乎免费的去用高的频宽去存取到 AI 在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够是 personalize， 就是是自己去训练自己的 AI 的这个做法，那在这个做法里面才真正是我们叫 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是个人的电脑，而不是说大家都是某个中央电脑的这个奴隶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保持着就是说 AI 就是一个像火焰这样子的工具，大家在家里可能自己做个荷包蛋啊，每个人都可以去生活嘛，你不需要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 AI 工程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滑坡的，这样就是一个缓坡啦，就是有点像是有法学素养的人，然后有更懂一点点法律的人 paralegal， 然后一直到律师一直到立法委员，有这样子一个素养的话，那这样子这对整个社会都是让整个社会可以更不需要去做冗工，然后大家更发扬各自的人性，但是如果是绝大部分人都完全不知道这是干嘛的，一小部分人去把它完全垄断掉，不管是网络或者是 AI 或者是其他计算资源的话，那这个就很可能会变成是说哎，这些人就决定其他的人性是什么，那可能很快就会变成不同的物种，所以我自己当然是希望说我们继续保持社会的这样一个比较平缓的这个状况。有朋友说，针对中国的物联网科技进步飞速，还有超级电脑等等硬体，为什么许多台湾人选择视而不见？明明台湾连行动支付哈都还做不起来哈，非常好的问题。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从今天开始宣布不要抓伪钞，然后把台湾的提款机都裁掉2%哈，我保证明天行动支付的那个 penetration 就达到70%。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非洲国家，他们行动支付是比中国还厉害的，就是因为他们上一代的科技没有做好啊，他们上一代科技没有做好，所以他们用这一代的科技来解决他们实际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这边当然取得现金非常的容易，基本上伪钞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呢，而且上一代的支付不是行动支付，电子支付、悠游卡啊、信用卡啊这些东西其实蛮好用的。所以你用一卡通啊这些感应式的卡片，它虽然不是行动支付啊，它只是电子支付，但是你也只需要等2秒钟啊，充值也很容易啊。那你换成用 Apple Pay、Samsung Pay 或者什么东西，你说不定想多等1秒钟啊。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要用呢？换成我也不要用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是跳蛙式的成长嘛，就是说每一个东西，你如果上一个阶段没做好，那你这个阶段当然就很普及啊。那但是如果上一个阶段做得很好，那这个阶段它就一定要实际解决使用者的需求，到超过上一个阶段的程度，大家才去用嘛。这个是很基本的一个概念。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不会很潮的科技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整个社会要跟着这个很潮的科技转。我们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个科技有什么期许，这个科技要怎么融入我们社会，我们想清楚了，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去融入这个社会。一般来讲这个是文明国家的意思哈。好，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好，那另外要说的就是说，我们自己也不是不可能去做跳蛙式的，好比像说可能加密的货币就是比特币啊，这个以太坊啊这些东西，现在呢确实我们中央银行监管会都觉得它是高度投机性金融产品，所以说基本上是不能够当做货币使用哈，那它可以当做就是分散式账本来使用。但是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金融沙盒啊，就是金融创新实验条例，你可以说服一群人，100人、1000人随便，你写一个实验计划，然后就说，哎，我在我们社区就要开始用这种全新的东西，我们要发行自己的货币来做自己的银行，做自己的证券。它本来是特许行业的，但是你可以说 ，OK， 我接下来6个月、12个月，我就是要破坏这些法律，我就是要违反这些法令哈。然后你写了这样一个申请书之后，只要他们觉得你的个资、消保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问题，你就可以违法，你可以合法的去违法。
然后违法个半年一年，然后写出一个实验报告，可能整个社区到最后就觉得说这是坏主意，我们以后再也不要玩了。那这个情况下至少你帮大家付了学费嘛，大家以后就不玩了。那但是如果你碰巧学到一个好主意，你证明金管会主委、中央银行总裁和数位政委都想做的是你对，那这样很好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有6个月时间，你可以去增资，我们这边可以调整法规命令。那6个月之后，我们就多了一种新的业态。也就是说，台湾的虽然是成文法国家，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成文法里面去用创新实验的方法去引导这个法律系统去做自我修正。而这个自我修正不是依赖特定的英明的立法委员或者政务委员，而是靠大家去做创新实验。那金融是一个嘛，然后无人载具年底会是下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是一般性的通用性的沙盒，就是 sandbox.org.台湾。那未来就是说你跟地方政府或者是任何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朋友们去进行申请，那在中小及新创企业条例里面就会有个空间去说，那你在某一块区域里面去创造自己的治外法权，但是可能只有6个月或者一年。那如果这是好主意，法规就为你而修正；如果这是坏主意，你就帮大家付了学费。那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控的、可预测的风险管理的模型。那这个也跟就是某些附近的会突然之间就说ICO 就不合法的国家的治理模型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并没有说一定我们比较好，我并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说我们这边是有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它是完全是言论自由创新的。那这个治理模型跟旁边的很不一样。那这个算是做不同的实验吧，人类本来就可以有不同的治理模型的实验嘛。那不管实验到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对整体人类文明有所贡献嘛。所以我觉得很好，就是各自往各自的方向去进步飞速嘛。这个我弟弟他是搞教育的，他有一句话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当大家都在起跑线上面准备开始鸣枪赛跑的时候你只要一转身然后往自己的方向开始跑，你就第一名了，把所有人都跑在后面，因为他们跑的方向跟你都不一样。那但是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一部分你还是要去认识在类似方向的朋友，还是要可以连接起来，但是我们不需要靠特定的这个跑道，好比像说这个某些特定的新科技来，我们到底pervasiveness 就是使用率到底多少来界定自己，至少我自己是这样想的。有位朋友说，政府推上引号南向下引号却不彰，年轻人想要前进大陆却与政策不同向，只能单独奋斗，政府能够帮助什么？首先就是说我对于特定的地理区域我一向都没有偏见了。我即使当了数位政委入阁之后，我还是有在网络上开课，开课就是怎么在 AR VR 的环境里面去进行民主的讨论。那所以当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可能戴个眼镜，然后这边没有坐人的椅子，上面忽然就冒出人来。那我第一次在做这个教学的时候，就是把杭州美术学院跟高雄这边的大学去进行结合，就是双方都把各自的教室建模，然后我们把这两个教室拼在一起。那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因为说我的学生是在杭州就不教他们，即使我已经是政务委员。那同样道理大家也是连到在彰化的伺服器所以并没有资安上的问题，我也不会被消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非常愿意在科学、在教育、在文化上面去跟全世界分享这些就是民主相关的这些技术。那所以我想这里面后面所抱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不觉得大家只能单独奋斗，不管是教育、科学、文化上面，大家如果想要去跟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包含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交流，我觉得都是善意的，都是乐见其成。那但是也要理解到说，如果是以创新创业为名义在那一个就是这个非常大型的防火墙里面能够去生存的商业模式，它不一定跟 Open Internet 上面的生存的模式是一样，它很多时候是在特定的模式里面才能够survive 的。但如果你本来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我也不反对啊，大概是这样。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是很 practical，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们一定只能跟世界上的某些特定的朋友们分享我们在教育、科学、文化上面的贡献。但反过来讲，这当然是需要这个 reciprocal， 就是说对方也要能够去对等的去回应的。所以其实我不会特别说是好比方说南向，因为南向有一种好像我们自己北面为王的感觉，那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说 OK， 比起西进这个叫做南向，但是就是不管是就是印度太平洋或者是总之这一区的朋友，我想有一个特色吧，就是说台湾在各个不同的 vertical 各个不同的方面，其实不管是技术上或文化上，大概都有跟对方能够平等
等交谈的部分。那但是在这个 region 里面，很多的国家或很多的地区，他们可能只是专注的强在一两个 vertical 而已，所以我们是跟大家都可以有对话的基础。那这个里面其实我不觉得有特别去排除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所以我至少我自己了，我不觉得就是一定是就是跟政策不同或怎么样需要单独奋斗。那我自己所理解的，我们的外交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就是 diversification， 就是说希望交各种各样不同地方的朋友，而不是专门只交特定几个地方的朋友。但是这个跟去说那你就不能够交这个地方的朋友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有的朋友说政府部门的许多网站的因为美中文资讯有很多的差别，在说的话政府上面有没有考虑把英文列入主要系统语言？其实我们 PDS 的网站就是我自己的办公室的网站，直到今年直到这两个月才有中文的，我们一向都是英文的，所以至少我们以身作则了，已经开始就是做这样子的事情。那像我们做的很多政策履历都放在这边那所以如果你要看中文的话，你还要按翻译米高才能够翻成中文，而且当时翻那个 terrific responsible 这两个字跳了很久，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可以翻成了不起负责。那 anyway， 那所以就是说我想整个目的就是说我们确实是觉得说，我常常说我 work with 台湾，我不是 work for 台湾，就是说我是跟台湾的整个社会一起工作，但是我们工作的成果其实全世界非常多不同的地方在使用，那这是一件事。那另外一件事情是说，确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政府网站它有各种各样子的问题，不限于英文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最近才刚完成一个叫做青年学生体检政府网站计划，就是 RAY Risk and Action by Youth RAY。 那这个计划其实是第一次就是中央部部会或中央部门，我们是行政院，去用实习生，可这个实习生不需要来我们这边工作，他有人在高雄，有人在花莲，有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因为我可以远距工作，所以我办公室的朋友也都可以远距工作，所以这个时候见习生当然也不一定要来台北。所以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去看所有中央二级机关的所有508个网站，然后去检查这些508个网站在就是 Windows 上面用 IE 看很漂亮的，但是在平板上面用 Safari 一开就烂掉了的这种情况，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况。好，那所以这508网站里面有相当相当多有这个问题，有可能300-400个有这样的问题。好，那但是这15位见习生，他有10位就是专门检查出这些问题，又有5位是资讯生，那都是可能混 sitcom 啊，或混这种学生资讯社群的一些大大们。那所以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检查出来的报告直接去写出到底要怎么解决的方法来。那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子一个讨论区，那这个讨论区任何人都可以去报告他跑板了、坏掉的连接等等。然后呢，这边呢，我们的资讯生就可以说你只要改两行，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我们才刚把508网站全部做过一次盘点，然后才发文给各部会去说，那大家一次把它修好。所以同样道理，就是不管是英文版或者是无障碍网页或是其他东西，我们明年暑假开始可能就不是15人，也许就是150人了。我们会扩大举办这样子的东西，那就让就是所有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可能就是平常骂政府网站骂得最凶的一样，就是骂了不会有糖吃，但是你可以进厨房哈，大家一起去把这件事情修好。那这个是我们具体的一个解决的方法。有朋友说，对于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多数资源掌握到少数人手上，资讯的运用是否具体的解决方向？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很多社会创新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它就是希望说这个多数资源它可以变成不止一种资源，好比像说在社会上面创新的知识这种资源，或教育科学文化里面相关的很多东西都是我给你一份我也不会变少的，这种叫做 abundance， 就是富饶的、丰盈的这样子一种资源。那有些当然是稀缺的、匮乏的资源，这边有分配的问题，但是这边其实还才有更严重的就是不均等的问题。所以刚才不管是讲到 AI 技术或其他技术，其实都是在这边。理论上一个 AI 科学家他发现了一个东西，他也可以不参与 AI 社群呢、但是为什么现在社群是用开放的方式在彼此互通？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很大部分做 AI 的朋友们都不希望自己变成就是把社会搞烂的那个人，大家都是很愿意去继续对社会发
发挥正确的或者正面的影响力。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只是靠单一的个别的研究者去保持 ethical， 而是说整个社会要有对于新的物种，比方说自驾车它就在路上跑的 AI 嘛，你在路上跑的 AI 你到底要怎么跟它互动，这种新的物种如何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你可以跟它互相 domesticate， 就像人跟狗一样它是协同演化嘛的这样子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让整个社会能够透过互相对话来发生。这个就是为什么刚刚讲的沙盒啊、新创实验条例、地方性的无人载具实验条例等等，我们的设计后面的想法就是说，是整个社会透过这个对话，让这个新的技术的这个资源、知识上的资源，能够平均的分散到所有有参与的人。那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可以知道说，哎，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让我所认识的、我关心的朋友们怎么样做得更好。那所以，当然，所谓的开放文化，这整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具体的解决方向。但是当然我也了解到有非常多不同的社会倡议者有各种不同的方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那这是我做我懂的部分啊。然后有位朋友说，现在教育制度似乎让教育资源不足的人无法翻身，就算有所改革，最后也会对比资源多的人特别有利，适合的解决方式。这边几个，一个是说，当然刚刚讲到 AI， 它可能会造成这个结构性的，就是如果有一些重复性工作会可能被取代等等。但反过来讲，它也可以有结构性的重新教育，结构性的就是你可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免钱的家教，然后你想要学什么的时候，它就可以教你什么。那这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而是现在有相当多的网站跟服务已经是正在做这件事情。不管你想要学外语，还是需要学什么特定的知识，那即使是操作性的，现在也透过 AVR 科技越来越变成每个人都可以想要学什么即使你没有资源，那我们至少就是保证说，第一个你有宽频，那第二个你有能够存取宽频的截取的设备，那这两件事情就是所谓的Internet as human right， 就是网际网络作为人权的这件事情，至少在台湾是我们国家的政策，而且已经是国家政策很久了。所以我想这件事情的解决方式还是要建立在就是教育的普及，以及就是想要改革的朋友们是透过把它改革的方法，像刚刚讲的，就是用公开开放的方式去跟所有利益关系人分享，而不是好像说你只能经过我才能够去享受到这个改革的方式来进行改革。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制度设计上一直念兹在兹的一件事情。有朋友说，对于劳基法修法，劳团与政府立场的差异在行政院的角度是怎么样？其实就在最近的这个争议之前，我们才刚刚就是透过我们的众议的联署平台来处理了，就是里面关于七天假的这个部分的诉求。那这个部分的诉求呢，我自己是觉得非常珍贵，因为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次有直播的情况下，工斗的朋友们，工商协进会、工总商总的朋友们，能够围着一圈，然后一起贴便利贴，然后竟然没有吵起来，然后在。对，所以我自己是非常珍惜的哈，就这样子一种讨论的一个过程。那但是这个讨论过程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事情，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在制度上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我们并没有很好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说多一天、多两天，一直到多七天，对于总体经济它的影响到底是多少。然后双方所使用的数据，它的诠释的角度也不一样。好比像有人会说，哎，我们这个。人均工时全球第六高，在 OECD 国家里面，但是呢，又有人会说，哎，这不能这样诠释，因为你如果把全时的比全时的，那其实我们只有在中间而已。为什么人均工时比较高？是因为部分工时工作者比例是 OECD 国家里面最低，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台湾工作人都是全时工作，然后非常少部分时间工作。那这个后面又有什么原因呢？就是 OECD 国家里面绝大部分都有部分时间工作的专法去保障兼职者的权利，那但是台湾没有。那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说，那你做这些工作就会被当作打零工，那这个所谓的烙印性的这个污名化嘛，那所以大家就很少会愿意说一直停在部分时间工作的这个情况等等，所以这后面有一整串社会原因。可是双方在讨论的时候，很容易只抽最上面的这个数字，然后就彼此这个互相叫骂等等。所以我们至少透过便利贴的方式，把这件事情尽可能的把它盘点的比较清楚，不管是薪资上的、工作时间上的、法尊上的、谈判筹码以及这个工会组织上的哈，我们尽可能去把各个不同的方向都能够至少同意的部分加以同意。那同意之后，当然我们就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
那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一部分是说，我们当然是如果是一个恰当的循证治理，我们就要去做各种总经相关的研究，然后一起来决定这个国定假日啊等等。但是呢，因为现在公投法过了嘛，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预期，就是就在现在哈，已经有人开始这个联署要去把这个题目变成公投的题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觉得说，我们要尽可能充分的去把这些讨论的过程，至少可以变成下一波公投讨论的一些基本的material， 基本的这个材料的原因，因为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52%、53%，然后公投就通过了。不管对哪一方，我觉得都不一定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我当然是希望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公投不管是什么题目，是95、96啊，这样子是去通过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个人的目前的一些想法。那立场当然永远都有差异，但是我们这些协作告诉我们说，即使立场有差异的朋友，他也可以在一定的良好的程序设计里面去达到一些最基本的一些共同的理解。哈，有朋友说这个对 critical thinking 我们该如何从学校教育上来培养，目前高校没有注重这一部分，因为学校以群体为主，但是 critical thinking 却是提倡独立。我这是当然有几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并不冲突，当你能够同时加入两个群体的时候，那个好比像说有一位这个很有名的乡民叫做四叉猫，他的这个特色就是他可以渗入各种各样不同的群体，而且在里面如鱼得水哈。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你就更能够 critical thinking， 因为你可以在看起来几乎没有交集的各个不同的群组中间，也找到一些其实他们都还蛮关心的事情，好比像离婚率太高，好，那也许平权的这边跟护家的这边都很同意哈之类，就是说你透过这样子在各个不同的不太重叠的群组中间去进行群体思考的过程，其实反而会让自己的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会变强。我们在社会企业或社会创新的过程里面，常常可以看到说，我们自己要解决自己的社会问题，做了一个小的模型，很快就会发现说，有更好的、更棒的方法出现。那这个时候是自己能不能很 gracious 说 ，OK， 我还保持着跟我本来群体的关系，但是我也愿意去用这个完全不同的，甚至立场、意识形态都不一样的朋友的新的方法来想我正在解决的事情。那只要愿意去做这个跳跃，那其实慢慢的这个 critical thinking 的能力就会培养出来，因为看到事情就不会跳到一个特定的结论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种你不管把它叫做就是解决问题导向的学习也好，或者是跨领域的学习也好，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那不管你在哪一个高等教育环境里面，只要愿意交一些跟你目前的朋友很不一样的朋友，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可以达成的。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医生心血太低牙医太高，他说 AI 是否可以取代外科以外的医生，以及是否应该。 我想医生他里面就是面对人的部分，然后做综合性的判断的这个部分，我想并不是现在 AI 可以取代的。那就跟律师一样，律师有很多的工作的部分其实是在跟人以及做一些综合性的沟通以及倾听啊、判断啊这些东西，但是在好比像说查文献上面，那你当然没有办法去跟 AI 去比。所以就是说有一些冗工，就是你做起来也觉得自己像一台机器的这个工作，刚刚讲工具员的部分，这个部分当然会被 AI 取代。但是如果自己觉得说你的价值是提供更好的某个社会上面的服务，而不是说你用特定的方式来提供这个服务的话，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还是会需要有某些机器没有办法做的部分。有一位视讯魔人说，在组织或机构做挂号，如政府或医院用挂号之外时，可以尽量结社大呼改革，并且着手进行。但是进入机构之后，很多事情仍然让自己看不惯，想要改革，但是又怕得罪高层跟同仁，饭碗又不能随便丢，怎么自主，怎么改革？我自己的改革的策略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愿者上钩。我到行政院之后，大家都知道这个相当的我行我素嘛，就是不一定要在行政院上班啊，自己弄了一个这个分散式的线上的这个工作区啊，然后去跟这种不特定的大学生一起工作啊，然后20几个不同的朋友，我每天醒来就是看这种线上的看板，就一下知道大家都在做什么，所以也不需要去这个主持什么会议啊，完全没有这种科层式的控制啊等等。但是这就是我自己的办公室，这20几个人，我完全没有任何想法说我一定要去在政府里面大声疾呼外交部、国防部明天都改成这样子，所有的这个国军朋友们统统都改成这个无政府主义式的治理，我完全没有这种幻想。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只有觉得我们这一套有价值的朋友才会来找我们，
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不管他是政务官想要做出一些政绩，不管他是事务官有一些理想，然后但他要降低他的风险，不管是基层的一些约聘的朋友，他只是想要他能够早一点下班回家的这些不同的这个动机，我们都尽可能的在我们的就是我们共识营嘛的三个主要价值里面去进行协作。那但是这个三个主要价值的特色就是说它都不是强迫性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张红色的卡片是说我们可以积极对部会行销，但是工具不适合说会反弹，所以说这个实现就变成了虚线，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在积极对部会行销，大家需要教学或需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来做，但是这个我们不会强制的去做，这是虚线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策略，我们不断的在渗透文化上，不断地在渗透这种创新的文化到各个不同的这个部会。那但是这件事情是建立在他们自发的这个基础上，我不会觉得我是政委就可以去命令大家。事实上我要大家都叫我唐凤，不要叫我政委，叫我政委我就不知道你在叫谁哈。对，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大家慢慢都学到说我就是来帮大家的，公仆的公仆，但是并没有要强制大家的意思。所以这是我自主的方法了，每个人的这个生命哲学不一样，我没有说你要这样子，但是我发现这样子感觉很愉快，就是我每天醒来都心情蛮好的，然后来找我的人都是愿意用这一套的人。那些这个可能确实是很糟糕，或者是说很黑箱或什么的部分，反正也没有来找我，所以这是我目前在政府里面自处的方法，那就是提供参考。有位旁观者说，台湾处处以美国为标杆，英国和德国有300年的继职教育和制度，我们为何不去学习他们的制度？这次的课纲的技术高中部分其实相当程度是参加欧洲的，不管是北欧或者是德国的一些制度，其实很少是抄美国的制度，美国在这方面并不是国际的标杆。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当然有参考，但是我们有参考是一回事，大家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说去技术高中，去综合高中，去一般高中是一样好的这件事情，这个社会文化可能才是更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制度。制度该抄的我们真的都抄了。那现在下一个问题是说，在就是明年还是后年108课纲上路之后，文化能不能跟着改变，而不只是制度上哈。有位朋友说，请问唐凤大家怎么保养皮肤晶莹亮丽哈？基本上就是睡够，就是这样。那我的看书的习惯是说，我会在睡前可能8-9点左右的时候，才真的去看大部头的书或者看 paper。那我看的时候呢，其实都不求甚解，就是我就翻过去，然后就是让那个视觉印象能够写进短期记忆体，然后我就跑去睡。然后醒来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就看懂了，很高兴，这样，所以是非常非常节省看书的时间。但是这样子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睡不到7-8个小时，我只睡4-5个小时，我醒来是完全好像昨天没有看过什么东西一样，什么都忘记这样。所以就是我完全是靠睡眠来工作，可以说是我白天都是在玩啊，都是在就是收集睡眠的时候要用的资料而已。那所以就是大部分时候都会工作，就是睡到8个小时，有时候加班多睡一点。那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皮肤也因此而变得比较好，这是正常工时的好处哈。有位朋友问一个完全不是我的 domain 的问题，他说高一的董事会把手伸进这个医院跟学校，我对这场闹剧有什么看法？这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之前去中山的时候，他们问的是说他们车管会一直脱掉机车，我问我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坦白跟各位讲，我完全没有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okay, 不好意思。OK， 有位朋友说这个我是公务员，也是高一的兼任老师，原本准备办理月退之后没有后顾之忧，投身设计及社创，但在年改之后，由于家庭的照顾责任，看来只能继续待到65岁，但是又不甘心以后实现理想，现任职责又难以多做什么，请问我可以申请调到哪一个部会去做我想要投入的社会企业及社会创新哈？我们的设计有一个 SE.PDIS 哈，那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社会创新政府资源，我们设计目前有本来应该是11个，第11个还没进来。Anyway， 有10个部会都有社企相关的业务。那大的当然是农委经济劳动卫福四部，但是教育部 Ustart， 文化部的这个在地的文化的营造，原民会第11个是客委会，对。然后国发基金、经管会、外交部都有社企相关的业务，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社创的话，就真的欢迎看 se.pdis.tw， 然后按社会创新政府资源，然后看一下哪一个部会的 project 是你自己感兴趣的，然后也许就可以调过去了，然后就很期待这个跟你一起工作，这样讲吗？ OK， 好， OK， 那我们是两分钟，好，那朋友问说，如果家长斜线主管的观念无法改变，子女斜线年轻人应该怎么样才能生存下来，而又不让意志被磨光？哈，生存下来相对上容易了，不让意志被 磨光相对上非常困难。那所以我的具体的建议其实就是保持距离。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你跟他靠得太近，然后他又是在一个有权力的这个位置上，那势必就会变成他想要改变你，或你想要改变他。那不管哪一边成功，另外一边都很不爽，这个是事实。就是说，假设你很成功改变他的观念，可是他是被逼着接受的，那就换他来问这个问题了。就是如果子女年轻人这么强势，那我们要怎么，这个老人要怎么生存下来哦，而不让意志被磨光，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零和的游戏的话，总有一边会上来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距离，然后用自己的方向，像那个跑道有不同的轨道去做创新，他也许一开始完全看不懂。那但是呢，到某个程度上，也许你的价值就跟他在意的价值开始有些重合，你就可以在那些重合上面去跟他进行讨论。举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个人的例子来讲，我爸是念政治系的，然后他的博士论文是做天安门学运，然后他一直都是在做政治的研究。那他一直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就是自由软体啊、开放源码啊、维基百科啊这些东西啊。那直到我把盲点做出来，然后盲点做出来是一个字典嘛，他就又用得到，觉得说我做的东西有点价值。然后呢，又因为做盲点，然后参加318等等等，好，那最后开始跟政府开始合作，然后他突然发现说，这个是公共行政工作，跟他学的东西开始有重合，然后到现在当政委，当然要开始处理政治上的事情，所以我是这个他六十几岁以来最跟他有话聊的一年，就是最近一年。那所以我想就是说，中间如果他是一直要试图引诱我去做他所觉得的那种这个民主化工作，或者我想要来抓他一些城市，绝对都失败吧，大概不可能成功。但是各自做各自感兴趣的事情，到最后你还是会发现价值有些重叠。那有些重叠的情况下，就比较不会消磨这个彼此的意志哈。那我们到50分了，剩一个问题。有位高雄金城武说，这个在赖院长的领导之下，跟之前林院长的领导风格有什么差别？对于政委的工作是否有什么改变哈？赖院长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是他对开放政府这四个字他是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而且他之前在台南已经实践过的。那有一段时间他因为就是可能议长有卷入一些贿选的一些想法，所以他对于代议政治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是非常的配合，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那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去做什么呢？他就是巡回去每一个里，台南的每一个里，然后呢去直接带他的市府团队各局处，然后去把每一个里讲出来他们实际碰到的问题，任何只要是地方自治条例可以解决的，他当场马上就列进观考，然后马上就在下一次就去解决它。所以他这样巡回了非常非常多场，所以他现在在行政院长任内现在做的事情完全一样，只是以台湾，就是他是 scale up， 所以他就是从这个屏东开始，然后一路这个从南往北，然后再绕一圈，然后再从南往北，每一个礼拜五他都去带着可能9个部会的部长，可能6个政委、7个政委，就去台湾的一个不同的县市，然后每个县市提出来的只要是中央政府可以做的事情，他马上列进观考，然后马上解决。所以我想就是说，他自己就是不怕面对这种不特定的地方的声音，跟我自己在社会企业方面本来就已经在做的，就是每双周的礼拜二就很固定的到行政院的云嘉、中部、南部、花东这4个不同的办公室去跟当地的社会企业见面，但是有11个部会在台北的空总用远端的方式备询哈。他我们后面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很多资源的分配，它并不是因为就是6都特别觉得自己重要或厉害，而是说很多事情在决定的时候就是没有碰到足够多的利益关系人，而基本上如果你是透过代议政治来处理这个的话，很多第一线的利益关系人他真的在中间，他的声音在某一点上面就被掐掉了，你唯一的方法真的还是去第一线看第一线的利益关系人。所以我想他很乐于而且很勇于
做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在赖院长的这个内阁里面，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比较不会被看成很奇怪，就是说大家都还做这件事情这样。那所以我觉得我做起来是比较顺利。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当然很觉得说，哎，媒体是我们的朋友，他也相当的勇于去，好比像说像我们最近在处理那个澎湖的。就是海洋国家公园的那一案，澎湖点 PDS.TW， 哎，他也很愿意说，哎，我们就完全用政策履历的方式去把这中间整个决策的过程哈，全部都公开给所有在地的组织的朋友们知道。那他在不管是对中央社、对新传处、对其他这种媒体作为伙伴关系的部分，我觉得也是相当的着力的在做。所以目前为止，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数位政委、社企政委、开放政府政委相关的一些工作，我自己是觉得在建立互信上面确实是比较有帮助。好，我们时间到了，那很抱歉哈，接下来61个问题可能没有办法回答，就非常感谢大家，谢谢。那我们是在谢谢你说我称呼您唐凤，所以我不知道你刚刚有没有这一个半钟头有没有机会换气哈，大概就完全大概都没有停过。那我们非常感谢你，我们校长刘校长现在在这，那是不是也请校长几分钟、两三分钟跟我们报个谢谢？抱歉，我刚从这个中南大学让自评回来哈，一样就是说面对的这个。社会创新大家也都知道是一个大的一个改变的时代，那我们如何去适应，我想大家都在摸索。谢谢今天花这么长的时间跟我们同学还有老师做这么好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回答，我们谢谢。学校的 souvenir 要送给你。谢谢。那唐凤大概在7:10一定要离开我们学校，所以您可以会后。可以再一两个问题吗？可以了，好，那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或许可以，会后对，可以你们请教一下唐凤。好，那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参与。那我知道有一两位同学，医学系的学生在问说，我不知道我医学系以后是不是一定要当医生？那或许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回答到你们，可以再请教一下唐凤。好，那谢谢各位。那外面有一个有准备一些餐盒，好，所以各位也可以那个走的时候记得。